看到了。你看那个小鸡的好可爱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有两只。哎呦，跳下来了。就被草挡住了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脚开开的，你放手。哇，它跑过去那边了。哇，好好玩呐！它喜欢跟你讲。一点点往后放。两个洞了，对，它也要过去了。哎，等下要差不多喂食了吧？嗯，十点半了。对，十一点都要它喂了。嗯。对，洞里找到。在哪里洞？那个洞穴。我维持是那个。我到那个地方。应该还可以进去。因为后来叫他今天要先去。